She's done it. Gold for Go. Go Chin Wei of Malaysia is the women's singles champion here at the Badminton Arena. Super final. An hour and 10 minutes. She's come from a game down.National women's singles shuttler Go Chin Wei has announced her retirement from badminton. How was that trying to come back after surgery? It's very tough because that's my first time. I got my colectomy surgery on 2019, so it's basically taking the whole colon out of my body, taking the whole intestine out, and then have to take medicatio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he's got her first win over PV Sindhu. Well, what an ending. What a comeback, having lost the opening game. No wonder she's getting a hug there from the coaches. First win at the fifth attempt against PV Sindhu. India are history in this tournament. Malaysia. OK， 今日咧，等先啊，我讲一些广东话。对。OK， 头先 inspiring 冇啊，嗰句咩啊 ？Sorry， 佢辛苦冇啊。今日大家俾个掌声佢，因为佢啱啱喺医院嗰度出嚟，等佢哋就过嚟呢边。才你看到你整个 video 吗？等你努力，很努力。你几岁开始打球啊？我从6岁开始打球。哦，每六岁开始啊，连过后你每天你 training 几个小时？从8岁过后就每天训练8个小时吧，4个早上4个下午。哦，4个早上4个下午这样啊。连刚才你看到那 video， 你 reflect 回之前 flashback 那种，会开心吗？开心，没有放弃。开心。15岁是那时候你是几岁啊？啊，你拿那个啊 ，Olympic Junior 那时候，15啊，15岁 ，OK， then 过后你就 operation， then after that 你就每一次输啊，你会有怎样的感觉还是怎样？一开始是不太能接受输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什么东西都要争第一的那一种，可是开刀完之后心态全部就变了，就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因为不是一直输嘛，对，以前就比较在意结果，现在就比较 focus 在过程，只要把过程做好，结果就会来。没有，你几时开始会相信这个这样的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 ？After 做完医院很久的那一段时间，我就看得比较清，比较通透了。通透，因为那个医生是跟我讲，开完刀过后是不可以再打球了。因为我现在只能一天吃一餐饭，是完全不够当一个运动员的，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不能承受那种。咁你仲继续打？没有命哦，这个东西。医生那么说，我就想 OK 了，就不打了，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嘛。可是不打过后，才发现到原来它已经是我生命中很大的部分了，很舍不得，因为我还有。很多不是很多，就有一个梦想没完成，所以我宣布不到一下子，我就决定要重新回来打，不管我能不能实现这梦想，
至少我还可以努力再去拼。连你的梦想，你要达到的，可以 share 吗？这个？对，不介意可以 share。明年的奥运，2024。好，我们 support 你，你看 support。好，明年的奥运，你觉得当你输了过后，你是要用几久时间去恢复？一天啊，东西不可能留到隔一天。对，伤心一天就好。怎样可以这样快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这样快？因为我今天输给你，不代表明天我会输给你，所以与其就困在那个不好的情绪当中，不如就拿那个时间来训练，让自己更强大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你对阿妈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崇拜 ？Sorry。在换嘞，好像不是很好。换嘞，以前会想很多，可是现在没有，做自己崇拜的那个人吧。哦，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几时开始？2020过后吧。2020过后。因为我付出回来过后，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退出国家队。就决定当自由人嘛，中间就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周末你要出来，那时候。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接受不了那种训练了， oh. 所以我出来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训练啊、饮食啊，然后比赛我可以跟着我自己身体来定。所以那个是很大的转折点，因为我不懂出来原来是这样辛苦的，怎样做到自己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很现实的资金的问题，你自己找赞助商。这里有很多有钱的。讲到什么？哈？刚才你讲到啊，你出来 sponsor， 等一下先，等一下。你讲你出嚟咗之后，你出来了过后，很像走高自己这样。啊，连其实很辛苦的。以前在国家队很舒服嘛，流动大。团队很多，政府的资源全部用在你身上，全部人只看你一个，所以钱全部都会砸你身上。我在外面你就要自己管理，然后跳出舒适圈，比较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这样子啦。不小心讲，上个月是你妈妈说是你去奥运会的。哦，你有 follow 我哎。哦，那时候是我妈妈。从苏迪曼回来，然后我就没有时间休息嘛，练完球我就去应酬，练完球就去应酬，很累。妈妈有一天回到家，妈妈就跟我讲，看你这样累啊、如果就是有什么需要，或者是去那些机票什么要我们出的话，爸爸妈妈可以帮衬你这样子的话，我就有点触动到我。就我其实我自己是可以 handle 的，只是他们看到我这么辛苦，可能觉得哦其实是不必要。可是我还是想要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因为你都已经23岁了嘛。我练的都是全部都是男生，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进步的比较快，而且这个环境不舒服，我觉得也会让我成长的比较快。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自制力没有那么强，可能回到去我又会可能比较懒一点，是这样。我觉得啊 ，OK 啦，待外面也是不错的。辛苦一点。所以啊，现在你的最后的那个欲望是 join the Olympic。Olympic。你要赢吗？先 qualify， 然后再来想。哎呀，我想记住啊，因为现在你跟我讲过你的那个 training 的时间跟以前是不一样嘛。所以你都会慢慢去看到跟其他朋友有一些分别。嗯，对。但那个会输哦，周末你还去，输的几率很大。不想要有遗憾，真的是不想要有遗憾，因为以前我打球，我会很在意人家的运动。在马来西亚打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讲，是算是国球，全部人都会 comment 就原来你应该这样。过后我觉得为了自己而打，所以我 不再会去在意人家说什么，就是完成我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即使有没有达到梦想不用紧，至少努力过。所以你就在整个过程里面也就会学到很 challenge 的东西，是你达到这样
好，在那个很年轻，所以很多人就会对你有一个期望，那个期望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 handle 的 expectation。 Then actually how you manage it? Deactivate 掉 Instagram。 真的吗？等一下 sponsor call 来。喂，我庆幸有一个好朋友李子佳，当我发生这样的东西我跟他讲的时候，他面临的人民对他的 expectation 比我的大几千倍，所以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这样子去塞过我。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很虚幻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可能因为有时就算我 deactivate 掉我的 Instagram 我的 social media 也好，可能每个晚上还是会有一个声音的，这么你都不能突破，我的体力现在是不是已经不能突破，因为我必须要吃药，为什么你还要打，一直会有这种声音在我的脑海里。所以现在是有一点放手一搏，我什么都不管了，这样子吧。所以对你，其实对你，你这样下去啊，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身体不要死，真的真的。啊，身体？健康、要健康啊。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才23，32这样。OK, so 你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整个journey里面呢，你得到最大的领域是什么？你觉得礼物啊？礼物，活出自己嘛，而且要享受过程，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看到的是结果嘛，可是真正你花最多时间的是在跟自己相处的每一天，所以过好每一天。对，很美的。对。要跟自己和解。你的 supporter 他们很 support 你，你看刚才。不管面临什么困难，就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达到，真的就是一直慢慢在实现，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很多小目标都是值得庆祝的，不一定是那种哦，你到了这个才值得一个 reward 这样子，其实中间有很多。你不是看我那个扣尾率是不是？没有。哎啊，这个是你的自己扣尾率哦，很好，一样的哦。我可以加入啊。可以，来。等还有两样啊，领悟到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以前会一直跟人家竞争，一直 compare， 我的步伐要比别人慢了，所以就跟着自己的步伐。Based on your own pace to 成长。对，每个自己的节奏，所以不需要去跟别人 compare。不一样。OK， 还有一个没有兄弟，我抄你了，应该是好、哦，还有一个啊，最后一个礼物你要送给我们是什么？没想过，我没有这么伟大的啊，不是你 Molly 走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做人要开心哦，开心，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开心嘛，尽力做就好啊，对对，没有了，三个了，OK。OK， 三个哟。三，我有看到你三。冰车的，请进。哦，花龙，啊，试试。我想问的就是，因为你也讲过你的 motivation 是进 Olympic 嘛，你一定也是会遇到 up and down， whether physically 还是 mentally， 这样你是怎样去 sustain 你那个 motivation？ 你怎样去 maintain？ 有一个信仰吧。那个信仰就是那个奥运，所以中间不管我像我昨天刚出院这几天，我也是有做一些东西。如果放在以前的话，我肯定会很当。可是现在的话，我这几天我觉得哎还 OK， 我的真正要做的东西要做大事情在明年，所以对，就是有一个信仰支撑着我，所以中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是觉得哎都是很小的事情吧。要付出的时候你那两个勇气啊，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可以鼓励到很多人。不要担心太多吧，先去做，然后好的事情会在后面发生。
其实我想问很久，因为其实我也是得了一个病过后，我这个人变了。你会让你的负面情绪只维持一天，这个想法跟我完全一样。可是如果多过一天怎么办？我觉得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很难，会连续拉垮你整个星期。真实的，我会逃离这座城市。真的，我会，对，我会可能消失几天。我父母也不讲，朋友不讲，好朋友不讲，我就回去一个城市。对，然后消化好这个情绪，我就回来，就是一个。哇。自己一个人出国吗？还是在这边？自己一个。当这个各大强的命运选择了你，你当下有没有问那个天为什么会是你？肯定有，我躺在医院一个月，然后什么都不能动，很痛。有没有讨厌那个天？肯定会有，讲没有是假的。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样好的年纪要拼的时候，你生个？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就有点开玩笑。我觉得只有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然后要接受也是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然后自己去想开，千万不要塞够到哦 ，OK， 我可以接受。可是明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最主要还是自己要去消化。最好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唱 K。唱 K 啊。唱 K。第二个有歌吗？唱 K 也是，就是疯狂，就是放下一切那种。你会找人一起唱这个跳，还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有点疯了，真的有。先改前面改那个啊，那个姐姐啊，哎呀，不是那个Fisher Adon，他讲就是。有那个 target， 然后你就去就对了。所以他讲 OK， 你可能要 reach 40 million 是很难，可是就是时间的那个紧凑会让我就是 fight 到去吧。对，所以才有今天。大家在奥运积分单，对，明年见。但是你的条件是每比赛了过后，你就要有可能要去医院哦。这个是一个，然后去照，每次都要照，确保里面是没有包或者什么。因为前几天我去照是小肠的神经线也是出了一点问题，因为用量太大了。OK 了。OK。好。那来给你一个，其实是高分流的美国女队。Before 我玩的，好吧。好。